日前，奚梦瑶与何猷君先后发文，正式官宣顺利迎来二胎的特大喜讯。之后，有网友还公开了四胎梁安琪此前现身上海机场的场景，被猜测四胎前往上海是特意陪伴与照料奚梦瑶待产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三胎陈婉珍也惊喜现身与其同行，赌王的两位姨太太久违同框，一同前往上海看孙女，看来已经解开恩怨，情如姐妹了。毕竟赌王家产已分，彼此没有利益纠纷，自然一切都能看开。当时四胎梁安琪身穿白色外套，戴着口罩，表情略微有些严肃，这一阵子的奚梦瑶真的成了一个贵妃，给赌王四胎梁安琪凑成了一个好字。话从四胎口中亲自说出来，可见贵妃这一个位置肯定是稳稳的。何猷君称小女儿是掌上明珠，奚梦瑶发文称小宝贝还比较害羞，四胎称凑成了一个好字，这一家人的幸福的确是令人羡慕。喜欢就订阅呗。